哦不，没玩，我想玩一把那个神域者了，没玩过，神域试一试。神域的卡尔玛是吧？嗯，对，这个阵容玩的人少，也很对哦。感谢地流金轮敬业的，这个地流拿不了一点，一拿就地流猪脑过载，对，这什么？一拿就搞不懂右边，就是你上次拿的吧？啊，对啊，右下角那个多一个羁绊，那我必须一拿就过载，那就拿这个。那就拿这个，拿了就完了。那就拿个这个，就等于没有。来个第六，幸运之子，幸运之子，丛林，眷顾我一手。好，哦，反唐得一，幸运之子，吃了。得多个羁绊在这里，思考的就更多。地流怎么玩？搞不明白。哎，谁来？哟，哦，玩一手神域就来俩加里奥，很舒服。艾欧尼亚，长江不灭。哒哒哒哒，滴滴滴，很舒服。挖掘机。英雄。太令人激动了。搞不明白这个，哎，哇，三个怪就把我脑子弄过载了。这个麦，泪滴，泪滴，小号，两皮，没有参德玛，完了完了，猪脑过载。小炮，哦，要上上去，哦对，要上一次，忘了。虚空是肯定要要的，不能卖的。有个约袋儿，已经开始过载了。再给一张杰西，我直接起飞。大棒！玩手神域卡马尔成啊！感谢锤子握把的飞机，谢谢锤子握把。哎呀，没有嘛！卡马尔前期得打工，没有，我们就升个人口呗。哎呀，老子要一二三。升个人口这样好，好嫖一点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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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OK， 哦，忘记了要蛇女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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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。要什么装备看？这个。给他先合一手装备，这个要一赚钱，我不想把这个皮给他卖了，万一下边给我来三皮，我直接糊了。好，小赢一手，加里奥，我先不卖，再嫖一个，伯迪，上你了，赢了给他拿了。啊，不对，我们要嫖虚空，僧人狗嫖虚空，虚空。哎呀，有有有，他来了！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呀呀呀呀！两挑战，他来了一个，这个法爆狙杀，啥也上不去呀这。法爆狙杀，准备起飞。反甲前期很猛，这前面都靠平 A 的。准备起飞，七十护甲，无非是五级来个泽利行，还能反弹，还能反弹。感谢唐皇的两个钻粉，谢谢唐皇。好，输了无所谓啊。克烈去捞，去捞，去捞。赶紧卖了，克烈太捞，太捞！我这里有两只，还有两只，赶紧卖了，卖只。
来个虚空吧。艾克可以搞一嘴。嗯，卡萨丁，不来吗？先放这，这个放这就是不加神域。他不加一嘴，枪，很烦。哦哦哦，皮尔特沃夫，他不加，嗯。哎呀，飘不到呗！不行，不能上四格斗，除非我拉。场上的不算，飘不到。场上的不算，上场了。上四格斗没有输出，下波上。哟，这就剩五了，这些。这把打连胜，很恐怖，很恐怖，完了，很恐怖，还保不了我的全套，挡住。哦呦呦呦，这么猛吗？别呀，那就给他。有他？哦，不对呀，我可以直接给他。哎，漂亮。哎呦，我是猪逼！啦哩啦哩啦，攒到利息。啦哩啦，来一手，来一手，大棒！看到了，哦，虚空铲子，卡萨丁。哎，这个铲子，铲子，这个我就知道他要。这个差一只，这样，拿这个吧。嘿嘿。太拉了，这个，这个吧，这样可以搞个虚空。前排必须得肉，啥的嘞？一定得肉起来。能来个两星挖掘机吗？嗯、看来是不太可能。两个全套，准备起飞。魔法伤害吗？缺护甲。好，没啥用。继续。那就小拉波人口上这把，这把锁在四次滴血开始，嗯，很舒服。暗影岛，神域者，嗯嗯嗯嗯嗯嗯，哦呦，这是真的，一只都打不死。射手，我、哦、有猴哥这质量了，嗯，牛啊！然后又来一手，又来一手皮枪是吧？我看到了，我已经看到你的劫未来了，来吃鸡儿的。行，又来个挖掘机，这挖掘机拿不起来。咱这位置就锁死，放一辈子天使。拿不起了，拿不起了，锁住，只能锁住。滴答滴答，21块，大剑来了，行，很舒服，质量 OK， 花钱，质量 OK， 哦，有艾克，这家是很舒服，但是启动有点慢。神域，好意啊！你是神域是吧？是的，伤害有点低。我发现这神域，为什么？别急啊，要三星啊！卡尔玛没人玩，很少有人玩。OK。给个波比，哇，两星挖掘机。咚咚咚 ，OK， 是神域。想一下啊、哦，这把我看看。悟空青羽已经出了、啊、枪手选了锁定枪手、啊、这一家无尽有可能是枪手。这波比我要来干嘛？羊刀枪手都是枪手、啊、枪手有点很多家枪手。那我对嗯对着干，也来一手枪手，也来一手枪手，我也来一手枪手。对，好想法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浑水摸鱼。是的，拿走第一。你们全玩枪手，我就起飞。
等一波升级。破防者。啦哩啦哩啦，啦哩啦。这把应该有带盾的。有回复啊！索拉卡回复。然后来了，然后来了，这个狼人也来了。这把经济无敌，只能说这把经济无敌，无敌三杠一，马上六级。这人有点狠啊！还好我没这奶妈输出这么高。哦，六博，当我没说。后排没二点套、这家是那个，这家拿了一个宝石和圣，这家是玩那个阿罗桶。好，起飞，起飞，回合不带犹豫。哟，好啊，不带犹豫的起飞，珠光莲华。假人呢？哦，在这。嘿嘿，保护起来，站在最后面。都行，都可以。保护起来，站在最后面。这个假人，你懂吗？哎，站在最后面。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站后面。啊，因为我要保护他。好。我要保护他。就打一手假人。我要保护他。哎呀，艾克，然后位移换卡上去，不行，换不了。怎么的都可以一样，大差不差。我要保护他，保护我的家人。好，有家玩艾克的卡他一手，必须卡他一手。怎么就少一个？保护不住。我要保护他，继续。好、保护得住吗？啊，钢制连麦。我要保护他、保护牛啊那这个假人的作用是什么？我要保护他，不告诉你。好 OK 行，我没杀掉你，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。 OK 稳一手，波比不升二，波比升二就好。这三德玛，这个三德玛还能继续打工，放这里哈、放这里啊、他倒数第二个死啊、可以的。哦，假人活下来有三金币是吧？可以放草哦、难怪放后面。怎么的？你要把机械手臂给艾克啊？原来如此。给他干啥呀？留着得了。保护他，炸一手。好，一点伤害没有。哇，这个诺克，这个诺手，完了，有点东西。帮我连麦，保护他。Nice， 没事，继续。Nice， 谢谢金子，不会错。我Nice， Nice 又保了一手，怎么跟上把一样？又保了一手，又保了一手。时光回溯六块了，圣杯主打一个陪伴加水滴、不管拿一手贵的，就拿一手贵的。黄人肯定是没了，嗯，我就拿手贵的无敌，是没了。我这个速流是真不会用。我再来一个金克斯、我说马老师这个速流主安加主宰加挑战者，他玩吗？凑俩羁绊。哎，我终于来个二啊！升级，这把起飞，保护他。皇子不急，得七级才行。七级，七级上一手利桑卓和圣，没啥用。再来个宝石，无敌。这把还是可以输，这把能输，胡哥。这把我也赢不了。
宝座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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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输出这么高吗？好 ，nice。哎呦，我这杰西打空炮，保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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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打死一个，好，没打死。哇，这锁血的十二滴血。我的家人，保住了。没事，很高容错，43滴血，容错。一共三块。爱玩螃蟹是吧？行，我不玩了。好，这把依然不低啊，不低，等一手狼人直接起飞。等死这个狼，暗影狼。生育者不利，保住，假人要保住，假人一定要保住，很重要。依然是卡一手利息，三组完三格斗，我很难受。三块钱很重要，饭堂得一，这三块钱，这人可能拿不走。哦，打得动吗？打不动，打不动，再回一波血，回。开回回好回不上了。杀奶妈哇奶回来了。能保住吗？保住了。保住了。保住了。来三块。奶妈创造奇迹。没事不行。又来三块很舒服。很舒服直接经济起飞。哦哟俩狗头是什么。好几包了很舒服。给我俩狗头。丽桑卓来了。等。八人口。就不能保他了，这什么意思？这给的派？哟，他不玩了，给个攻速卖了，来个肾，来个肾，再给个腰不带吧。哎呀，攻速好，攻速腰带，枪手挺多啊。哎，攻速，我又没留住，我去。枪手挺多啊，开低，我这个开低，宝石，宝石骑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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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啥星月带无尽的话，我将让弗雷尔卓德复兴。星月的话，哎，我牌呢？没羊刀啊，也行吧，给。还能保一波吗？还能保一波吗？魔抗留一手。不急，这段还能输，还能输，还能输。保不住了，保不住了，保。假人没了，假人没了，假人。军字小白。还能输，还能输，问题不大。药剂师火箭沉迷不了，只能拿二和三，二没什么用。我宝石呢？幽德一已经启动了。嗯哼，哦我操，宝石递走了。把宝石给我递走了，嘿嘿，一个没有，完了，没换位换过来，看来刁德一的运气不是很好，那我试试我的运气吧，你看，我看看我的，我下波开始启动一波，顶住，问题不是很大。再放一波，再放一波，大招，再放一招。哇，太拉了吧，这个神域。哎，出来个剑魔，还有一个。哈哈，十三滴血，还有容错，哎，容错。哦，出来一个剑魔。
我也来一波啊！哎，我来了。为什么这样子？这样子。活下来，活下来，目标很明确，能活就行。活下来，活下来，活下来。六神域，把四组安给小猫。哇，这个落手是个什么神魔呢？行，不可能再玩神域了。一层是什么漂亮？一层没了吗？亲自连败，很舒服。我等一亲自速八，直接速八。我有个这个亲，我把六神域两巨神玩不了一点，这拿不到。亲，一次。好，看这把这个大火箭给谁？范唐特意还是孙悟空？特例没人要，拿不到呀！都是玩枪手呀，都玩枪手吗？哎呀，拿不到呀！两星猪妹，爆炸！一星则立，一星手臂哦，又是一星则立，没有钱了，完了，马老师得存一手钱。问题不大，那个草丛不在人吗？没啥上的东西了，这。吸血，我三星大眼，玩这哲理纯刮痧，吸血，放寒冰啊，道理啊，放个寒冰，真不好说，这波要看一手运营了，嗯。可以了吧？来一张泽利，来一张，哎，不错，有两星泽利。嗯哼，好，猴哥还差一只。Yes， 不好说。有神域哦。还是有区别的，真的。卖龙，下波给他卖了，这波赢了，下波给他卖了，好吧。这应该不能赢不了吧？哎，没事，有金克斯。两个神域啊，两个神域。神域，神域，别来。三张腰的，给了个锁，六层充能，偷偷一层充能，猴哥这个龙怎么只有一层？因为我给他卖了。哈哈，偷腾。阵容差不多。哎呀，我操，给错了。哎，我操，我要一张两星泽利没问题吧？给到这个魏身上了。泽利，我用我十根头发换一张。换，我再加二十根，猴哥。加二十根。出。出。
泽利，猪都卖了。好，余额不足，好，20根都没有。好，急，急，真的急。好，范唐特一甚至想追一手三星猪妹儿。还脚还是日炎，兄弟们？我觉得这个时间点，我这个也好。我有这前排也太高、哎、呀！我操，这空间线有点高啊！就纯刮痧，有伤害、但是不高，没实枪。嗯，调一张。不地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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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不地了，真不地了，真不地了。57滴血，真可以存钱。拉人口6枪。哎，嗯，哎，行，地不到。这手飓风，我的办法。两神玉。不如三星鱿鱼，这乌鸦这道墙过不去，把乌鸦杀了就行。哦，这波两星艾克，哇，切到我了！哇，这两星艾克这么猛，还行。啊，艾克这么牛，学一手，学一手。艾克很猛的、哦哦、有三圣杯、哇，行，不给，这是拼多多阵容。这个太拉了，看猴哥能不能打过这艾克了、啊、我泽利呢，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泽利死了，被秒了、那个、好，还是艾克的天下。哎呀，这艾克，哦哟，得保一手后排、啊、哦，这个分裂剑好亏呀、啊、哇，好喜欢，好喜欢这个。嗯，头哥，得一，你要什么？大头，大头，来，大头，大头，救命了！没有容错了，10滴血，没攻击力啊，没枪手，7寸，得，你刚拿完这个，底下就来一张泽利，你看，他就气你，哎，他不气我，好吧。对，一手4枪，哦，还行，哦，极致换阵容，最后一波有说法吗？羊刀大头，好，急，你已经死了，大毛，急，我早死了，啊、我4杠级时候就没了，好吧，原来你没了，我说为什么你一直在解说呢？我草莓了，两只猪，切，没踢到。为什么这大头稳定能晕后排呀、啊？哟，哎呦，不好说，哎呦，这里，哇，哎呀，没爆炸，炸死了，哎，爆炸没炸过去，切、哦。主要我的泽利在走位，他的泽利不用动。还有说法？你看，哦，霸王龙直接变大。你没有骑，这分开站就不晕、哦。好，那我这样行吗？哇、哦，我这样行不？可以分一手。我分一手。他们说分开站，那我就分一手。请叫我猪皮恶霸。但你得保一手，保一手你的泽利啊！对方有两个切后排的，
别上酒了，我不上酒我干啥呀？我又没有提升啊，我必须得上酒。猪皮恶霸，猪皮恶霸，猪皮恶霸。这分裂界再也不出了，我操，太拉了，伤害低好多，我操，融化了，哦呦，坏了，哦呦，哦呦，哦哦哦，七三只怪，这刚好，两只怪说不定还能活，小收一手飞机儿，小收一手飞机儿，很烦，猪皮恶霸并不是很强，能不能收一手火箭，尝试一波，难道说？我觉得不可能，这家八法师有点猛。哦，八法，二星狐狸啊！对，二星狐狸八法师融化了，我操！加着青龙刀，哇，这个一炸后排就没了，这不能给他搞到内壁哦。对。我说我刚才怎么瞬间没了？打一手装备，八法师，这个是真喜欢。八法师，师司令，八法师，哦，蓝 buff，这个阵容，哎，这个阵容也很屌哎，这个第三名，第三名，哦，一个转职，他一个主宰，哦，是主宰转职啊，他一个主宰，是主宰，是司令，嗯，都是高手，活到前四都是高手。你照右边好一点，那狐狸照不住。看一下这家哦，蓝 buff 狐狸炸，对，炸，起八法，这个蓝 buff 嘣，哎，不一定开始了，要来了，要来了，除非他把我秒杀，哦，那没办法了，瞬间没办法，哇，这一炸，这个狐狸太猛了，没办法，能不能这个狐狸给一张，这个叫什么敌魂圣枪，能不能给一张塞纳？这折力启动有点慢，启动快点就起飞了。能不能给一张塞纳？他说给不了，猴哥，我帮你打听了一下。我十九滴血，他应该秒不了我，所以我再等一轮。哎，算了，不等了。心这么大吗？还留五十？我不等了，我不等了，我等容易。不等了，第大招直接，第三段，真的612，秒不掉，但是有这个东西在补。对，这个东西补一下。没有吧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急，没有就急。这个狐狸，这家不好说，这家有可能打得过。这家狐狸太猛了，王者暴扣，一个大招，这家打清掉。我有，他没有蓝 buff 还好，启动比较慢。他这个蓝 buff 一搞，他刚断了一手蓝 buff 出来。一个大招八法潜行神域加成，艾蒙塞纳，猴哥还有多少血？塞纳，猴哥十九，塞纳出了吗？我好难受，九，九级的低不出塞纳，射手啊，这是个运气游戏。塞纳还行吧。完了，还给我吹了。说实话，塞纳也没有说话。怎么还随个吹风出来呢？没了、哎，还给你吹风，还变个吹风出来了。急了，这个偷偷急了，这哥们运气真好。哎，狐狸被控蓝了，炸了，开炸，嘣，瞬间融化。哦，我还能有一波机会，看选秀，这小子死不死？他死了。这小子他没了。第二名，啊，这个这个四司令不行，哇，还是没枪厉害，还是没枪厉害，还是没枪厉害。你吹我也吹，有机会的，有机会的，你只要对位狐狸，嗯，吹一手，因为他那个偷偷是吹风，其实不吹也有机会。是的，他这个没有吹吹的。塞纳 ，OK， 来了，有说法吗？六枪，他来了，来了，六枪。六枪对八法，有说法，有说法，六枪有说法，不好说，真不好说。现在六枪有说法，究极对位一手，
招他，准备招他，招他，准备。禁止法医加上一首吹吹。哦，对他了吗？哦，直接上上去，好，起飞，可以，这个有机会，可以，很舒服，看能不能这一轮把他秒了，三十滴血可能秒不掉，三顶，狐狸还差一火、哦，还差一手，还差一手，完，狐狸启动，哦，还没起出来，秒掉了，打不过，这不行，我操，好，打不过，打不过，这个我这都打不过，那真的是没法打了，那真没办法，六枪，这真没打过，尽力了，八法。八法狐狸带蓝 buff， 其实他狐狸还没启动，是吧？对，技能没放出来，有个抬手动作。我这个装备不好，一个飞机，我要装备好还行。一个飞机，一个飞机还好。这个狐狸帮我们省了四薄，是的，省了四薄，省了四薄，省了四薄，很舒服。谢谢王少和芜湖大师马的飞。